老大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喜欢朝阳姐，都喜欢到伪造结婚证了。说的话，我们都会不当真的。与其未来将就一个不了解的人，我和你在一起，至少能有一个平和的生活状态。婚姻的真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好，来看这里。哎，女孩往左边靠一点。好，很好。预备，三二一，哥，办假证他犯法不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怎么回事？你和朝阳？不对，你对朝阳到底干了什么？我们结婚了。